大家好，这里是修佛三，欢迎回来。2K23 的这些垃圾设定真的是既无耻又无赖，让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第一名，我愿称他为 The Ben Simmons Syndrome 吧，本西蒙斯综合症。这是 2K 名人堂难度下队友们的不治之症，症状表现之一为死活投不进三分，哪怕他控到四下无人，哪怕我挂着十美分，想进天真。这要光是三分能力被 debuff 我也还能忍，这内线也能三不沾，是否真的有些太过分？此病到了晚期还会出现症状啊，有空篮不上，非要对着空气虚晃，晃飞了也不投，到最后三秒违例，这他妈是澡堂子放屁，玩了。我可以接受高难度下的对手变得更强，但我不能接受队友们都变成智障。第二名，空气墙 ，The Invisible Wall， 这还是 2K23 的新特色。发售前 ，Mike Wang 还吹自己牛逼来着，说什么防守系统大升级。结果搞了半天，原来是为了增加防守难度而使出了鬼打墙这样下三滥的招数，真是让我不得不服啊！防得好好的，突然就站不住。这东西看起来像外挂，可他妈官方才是出处。第三名，穿模，英文一般叫 clipping， 也有人叫它 overlapping、z fighting、stitching。有一说一，穿模确实是游戏开发中一个很常见的问题。Collision Detection 的原理决定了像篮球这样充满了多面体碰撞的游戏要想面面俱到确实很不容易，所以尽管比赛时的穿模种类繁多，我本也不想多说，但是你这连剧情里也能穿模，是不是就太过分了？并且这绝不只是偶然的一次两次，我相信玩过生涯剧情的铁子们一定都有经历，明显就是设计的问题。而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幕莫过于主角在场上打球，主角女朋友明目张胆地和经纪人一起在场边肆意穿模，这是真他妈绿了他。 2K 版 NTR。 其实游戏里的荒唐设计还远不止这些，比如开放世界虽然有昼夜系统，但 Brickley 的健身房却可以无视黑夜与白昼，仿佛一门之隔却活在另一个半球。滑板作为玩家前中期最重要的代步工具，竟然也会经常离奇消失，说明开发要不然就是发现了也不在意，要不然就是根本没测试。这游戏的 bug 如此之多，导致看到啦啦队上场比赛我也毫不意外，只想着给妹子们秀一下我的大背运。不愧是最真实的 2K， 还会模拟夜总会。好了，今天这期就先到这吧，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修佛寺，我们下期再见。